开足。谢谢，谢谢你爱我。好了好了，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，然后还有亚洲大学的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就读本校视传系的柯佳慧，然后我来自屏东县雾台乡卢凯族，然后我的名字可以叫我乐格安，谢谢。然后我站在这里就是很开心，因为我也很喜欢上课唱歌，然后站在这里很需要很大的勇气，真的。所以我想对我妈妈说一句话，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份勇气给你，然后希望你可以战胜病魔，真的，谢谢。加油哦，哈！好，来，佳慧，你要唱什么歌曲？许佳莹的《你敢不敢》。敢，当然。你都站在这儿，咱们也敢给她最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，同学？佳慧从小虽然家境不富裕，她努力赚取奖学金，希望能够减轻妈妈的负担。跟妈妈感情很好的佳慧，今天站在这边是想唱歌给生病的妈妈听，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妈妈勇气，战胜病魔。声音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更好的特质，其实是你的咬字很好听。这个在我们在做唱片的时候其实是很讲究这件事情，你有一个很特别很有特色的一个咬字，而且它的气质是很清新的。我暗插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你应该要有更好的控制力在台上的表演，还有你的声音等等的，不要浪费了这些你的天分。好，谢谢，恭喜你过关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12号参赛者的推荐人。其实我们昨天参赛者昨天晚上就说要，因为今天要比赛，所以要加紧练嗓。可是不知不觉就被他拉到去夜唱，然后夜唱之后，他说为了开嗓，我们原住民所以要喝酒。可是不到2点多，他就不胜酒力，直接瘫倒在包厢里面的。然后只好我们这几个朋友帮他边走边拖他边吐的拉回他的房间，所以他今天早上就说他今天有个新绰号，就叫宿醉天后，所以让我们欢迎宿醉天后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花莲的原住民泰鲁格族，那我是就读苗栗育达科大的石像系。平常喜欢跳舞，所以今天就带来那个唱跳。哇，所以你也是要帮他伴舞的哦。哦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哈、哦！唱跳很难哦，你很有勇气哦哈、哦！你要唱什么歌？希望我们能够让你那个晋级哈、哦。蔡依林的《野蛮游戏》。好，好好表现一下，来，请开始。大胆挑战唱跳的徐子云，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看家本领，让评审为他留灯呢？
老虎、老鼠，傻傻分不清楚，满脸泥土，失败的被俘虏，小赌好赌，想矮就别怕苦，看不清楚，迟早分散水谷，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，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，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，提高警觉，快传达你的想念，微笑的脸你要能懂得分辨，越是危险颜色越是鲜艳，宽大的肩可能会崩溃，放电的眼常常会漏电，没人没赦免，不同情可怜，快勇往直前，保持的纪念，等到你遇见完美的人选，你选你那天已经不远。老实说，謝謝老实说，其实是在一阵担心你衣服掉下来的状况之下，你已经唱完了。你自己也发现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时候有稍微走两个音呢、啊。不是我按插的原因，是我真的很怕整件掉下来，我觉得好尴尬。不会的，他有内衣是还好，可是怕他自己会害羞了。有内衣也是很尴尬。他的内衣是可以外穿的那种啦，还好啦。嗯、我们干嘛讨论这个？我们是歌唱比赛，我们是女人，我最大。所以你下次要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让自己镇定的方式有很多，其中一个就是衣服要穿的舒服、自在，对吧？对。那你唱的唱跳能够唱到这样脸不红气不喘，我觉得是蛮厉害的。我是觉得，撇开你跳的部分，因为唱跳的歌手其实是在这个比赛里面是比较少的，所以其实是比较吃香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你的声音本身就很有特色，我很喜欢你那个有点可爱的、有点娃娃音的感觉。谢谢老师，我真的喜欢你的声音。谢谢。对他那个前面那个 rap 那个其实是不好念的一种陷阱，这样。结果他表现的竟然还蛮 Q 的，你可以再来一小段老鼠老虎那里，预备起。老鼠老虎，傻傻分不清楚。你再跳啊！你再跳，将衣服掉下来啦、啊！坚持，坚持，一定要来一下，好吧？等你摄影棚，期待你更精彩的唱跳表现。谢谢你。谢谢。我没有跟家人说我会来摄影棚录影，因为家里很多事，所以不敢讲，所以就请那个同学帮忙。对，然后刚才彩排的时候全部都没有对到 key， 对，就很糟。然后那个 dancer 都一个一个就不想跳，怕丢脸。对，就不知道我怎么会过哎。谢谢谢谢，感谢组，谢谢。对，谢谢，我们是原住民，奋力演出的紫云，冒着走光的风险，还是呈现最完美的表演，恭喜他顺利过关。下一位，各位评审老师好，大家好，那个我是今天最后一位参赛者许智杰，然后我是就读亚洲大学数位媒体设计学系三年级的学生，然后我要先感谢我的加油团，他们在最后面。谢谢谢谢。你还有话吗？没有。那就。他们都你最好的朋友，对啊，是，对，就他们很辛苦啊，因为最近很忙，然后他们还剩人少，帮我加油。你要唱什么歌曲？带来 B 的迷路。好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请开始。全都是你，他夜夜提醒我承受自己的脆弱，记得吗？两个人的爱情，就算失去一切也不后悔，再也没有为谁担心。
在我心里留在过去，你给我的温柔我留着变成痛，我爱你才迷路怎么走找不到尽头，你拥抱了自由我拥有了寂寞，是不会放弃假装忘记你好难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嗯，你唱歌真的很好听，但是呢更吸引我的是你表演的方式，因为你一直在唱歌的途中会露出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，就是你会突然眼睛睁大，就是恍然大悟。个人的爱情。但是你在访问的时候，其实也很有，你在讲话的时候也很有特色，就是有一种突然就要崩溃大哭的感觉。你身上，你就是你脸上有一种很哀伤的表情，我也说不上来，但是的确是很有特色的。谢谢谢谢老师。你看起来又快哭了。没有。想哭就哭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没有。全速通过，直接晋级。金牌麦克风决战亚洲大学，本周26位挑战选手中有8位失败，18位过关。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。走了好几年又回到原点，你送的礼物会不会太特别，把我们的感情线串成一个情人节，幸福停格在世界。谢谢。恭喜过关选手确定取得资格，即将站上更豪华的梦想舞台。